大家好，我是 Grace， 今天由我教给大家 Pan Down 第一部分的舞蹈教学。首先，身体转向你的左侧，一、二、三、四的时候头部转向观众，五、六的时候转你的胯，然后七、八的时候蹲下，二、二的时候同样转臀蹲下，然后收五、六，收下来七、八，然后接下来是这个舞蹈的标志性动作，手打开你的 OK 的姿势，一。点脚跟，然后你的臀你要向左，右肩要抬起来，二蹲下，三四五六七八的时候伸出你的右脚，注意右腿要伸直，然后往下顶胯顶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时候，五六伸手，七八收手，然后下一个八拍，双脚打开去抖你的臀部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注意这个动作你的双腿可以稍微的内扣一点，然后下一个是四个定点动作，右左前收，好，这就是第一部分的舞蹈教学，接下来我们数拍子来一遍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六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这是第一部分的整个完整的教学，大家学会了吗？내맘대로 들었다가는 no go, then not the logo. Oh oh, 나 미치게 만들어 간듯한.